撒迦利亚书第九章，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，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，和靠近的哈马并泰尔西顿，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。泰尔为自己修筑宝藏，积蓄银子如尘沙，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，主必赶出他，打败他海上的权力，他必被火烧灭。亚斯基伦看见必惧怕，加萨看见甚痛苦，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，加萨必不再有君王，亚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，私生子必住在亚斯图。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，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，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，必在犹大向族长。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，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，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，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。他的民呢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地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。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西安啊，我因与你立约的血，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。我今日说明，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，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。西安呢，我要激发你的众子，攻击希腊的众子，使你如勇士的刀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，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。主耶和华必吹角，乘南方的旋风而行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，他们必吞灭仇敌，践踏弹石。他们必喝血呐喊，犹如饮酒，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，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，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。他的恩慈何等大，他的荣美何其甚，五谷健壮少男，新酒培养处女。